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主人，我不是人哦。青青是您的契约精灵，来自一个与主人平行的时空，特地和姐姐穿过借月长河来救主人的。田姑娘，我很感激你救了我，但你说的话还没有街角胖子说的那个万灵帝尊十二魔将靠谱。主人知道万灵帝尊就好，万灵帝尊派遣蝙蝠魔将击杀了过去时空还未成长的主人，您是已知的最后一个。杀我干嘛？就因为我长得帅？嗯，青青时空的主人是人族最强的守护者，击杀其他时空的您会削弱主人的力量。行了行了，你说的也太离谱了。主人，你的手怎么了？没事儿。
这是什么鬼东西？古人。哎呦我的娘呀！心魂一体，本命真如，凡。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是中了血蛊的人。人变的？对，蝙蝠魔将的血蛊会让人丧失理智，变成蛊人。符纸只是暂时起到压制的作用。我怎么在这儿啊？你问我？我还要问你呢？你把我家墙壁打塌了，你就说说怎么赔吧。喂，说话呀。他疯了。刚才虽然唤醒了他的意识，但他心脉已坏，不出一个时辰就会复发或者死亡。主人，你现在相信我说的话了吧？还是觉得很不真实啊。就不该存活。大人，失败品已经处置掉了。大人，为什么不直接杀了史达利？杀死这个世界、这个时间点的史达利很简单，但会暴露我们非法者的身份。吴上院不会坐视不管。啊，吴上院。吴上院监管戒狱长河，处理每个世界的非法者。古墓里本就有血魔蝙蝠，他们该怎么发现呢？您指的是？只要等史大力毒发成为古人，这个世界再也不会出现天下第一御灵师史大力。这里是什么地方？无名小卒，莫非你要不要再查一下这个人的底细？恐怕明天我不是被天火宗杀了，就是被你们舍弃。但我天火宗是吃素的吗？他必须死。都逼我是吧？来呀，我要独镇万古，横渡星河。我叫夜雨，是
是个闯荡江湖的游侠。这样毁灭了。